像中国人一样学词记词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学习 HSK 五级词汇根字记忆法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“淡”的词语。“淡”这个字，第一个表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味道。除了味道淡，还可以说颜色淡，所以第二个意思是颜色浅、薄。同样。 对待人的态度不热情，也可以用淡，所以第三个意思是对人或事的态度不热情，感情不深。最后，淡还可以用在生意上，表示买卖不多，生意不好。淡的第一个意思是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味道，这个味道可以是吃的或喝的，也可以是气味，例如。 这杯果汁太淡了，不好喝。同样，还可以说：“这个漂亮的女人走了过来，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。”再比如，这个菜有点淡，再放点盐吧。如果菜少油少盐，我们可以说清淡。在这两种菜中，左边的菜就是清淡的菜。 可以说，清淡的饭菜有益于身体健康。再比如，这两天我咳嗽，医生让我吃的清淡些。我们知道，地球分为陆地和海洋，海水含盐量很高，而陆地的一些湖中含盐量很低，所以这些含盐极少的水，我们可以叫淡水。 比如淡水湖，例如贝加尔湖是亚欧大陆上最大的淡水湖。那么生活在淡水里的鱼就叫淡水鱼。例如，生活在海边的人喜欢吃海鱼，而生活在内陆的人喜欢吃淡水鱼。淡除了可以表示味道少。 还可以表示颜色的浅和薄，和深或浓相反。例如，这是淡绿、淡黄、淡蓝，也叫浅绿、浅黄、浅蓝。可以说，院子里开了不少淡紫色的花。还可以说，日常工作中可以化点淡妆，看起来有精神。 除了表示颜色的浅和薄，淡还表示对人或事的态度不热情，感情不深。例如“冷淡”。我们学过的“冷”，除了表示温度低，也有不热情、不关心的意思。可以说态度冷淡，感情冷淡，关系冷淡。例如，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 我觉得他今天对我很冷淡。再比如，他不爱说话，对不熟悉的人都很冷淡，让人很难接近。还可以说，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冷淡。在商业方面，淡还可以表示买卖不多，生意不好。例如，淡季。 意思就是生意少的时期，比如销售淡季、旅游淡季。和淡季相反，表示买卖多、生意好，就是旺季。例如，五月到六月还是去蒙古旅游的淡季，但到了七八月就属于旅游旺季了。销售或者旅游的淡季，一般生意不太好，也就是生意清淡，可以说。 冬季一般是旅游的淡季，所以旅游业和纪念品销售都比较清淡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“淡”的词语。淡首先表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味道，比如清淡、淡水。淡的第二个意思是颜色浅、薄，比如淡绿、淡黄、淡蓝、淡紫。 还表示对人或事的态度不热情，感情不深，比如冷淡。最后，淡还有买卖不多、生意不好的意思，例如淡季。以上就是 HSK 词汇,汇中关于“淡”的词语，所有的句子和更多的练习都在网页下方，去反复学习和练习，你会记得更清楚。